你知道我妈那么喜欢中秋节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可以放假三天。中秋节快乐！中秋节快乐！哎呀，今天中秋节最大的礼物，我们做这个宝宝宝，哎呀，对 ，I love you， 对，丽娜是第一年中秋节，嗯，是吧？杜雨欣是第二次在这儿了，第二次啊，嗯，中国的中秋节好吧？对，嗯，今天要好好吃饭啊！这，我们今天要吃什么？月饼啊，月饼，饺子。饺子是不一定要吃，这是爸爸做的啊，但是月饼要吃，咱先吃饭，吃完饭再吃月饼。先得咬一口。吃月要吃螃蟹是吧？十月，大闸蟹是吧？但是到十月份过十一你回来给你买大闸蟹。现在螃蟹不行，现在螃蟹长得不够。那我这是十月要吃。啊，那放心，肯定的，爷爷给你们扫扫螃蟹。哎，要没啊，哎，这特别跳。就是没螃蟹，爷爷变成螃蟹也得叫你吃。爷爷是大闸蟹。现在就出去游泳。啊。对。哎，宝贝吃了，你看。哎呀。给姐姐吃。给姐姐，姐姐也咬。看，给你的。对呀，大吃，等一会儿啊，再有，谢谢，你自己吃，爷爷也吃，给他，爷爷咬月，嗯，哎呀，奶奶，爷爷幸福死了，不敢叫他吃，他嘴大，一口吃完了，奶奶比你小，那行，我今天去我学校喝奶，谢谢，给妈妈吃，妈妈，奶奶今天去我学校喝奶，谁？奶奶晚上。晚上他变成，晚上自己变成老鼠。妈妈说我是老鼠，晚上跑到他学校喝他们学校的奶。哪有？因为我奶天天我一早上起来都坏了，他的奶就没了。不是没了是坏了，不是老鼠咬的那个。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就是你。真有老鼠，你们真有老鼠，学校真有老鼠。最后那个，就那雨欣害怕，跟老师说：“我跟你说，报告老师，那不是我奶奶，我奶奶没来，赶紧解释，你奶奶没来，害怕叫你给你抓起来，是不是？”那学校是真有老鼠呀！来，给杜晓放个月饼，辛苦了儿子，你辛苦了，做这么一个菜，这不辛苦，你现在做饭用纸都很幸福，好菜啊，用纸是幸福啊。这你天天跟领着两个孩子带着老婆，辛苦辛苦。还是喜欢吃饺子。娜娜辛苦的，娜娜不用说了，娜娜是我们家的。给娜娜来一个饺子来，你看姐姐使劲吃饺子。嗯，看我们家的风头。饺子。对，丽娜特别喜欢吃饺子，是吧？杜雨欣也特别喜欢吃饺子。你也爱吃，你做的饭太好吃，什么都喜欢。你们先吃点菜吧，这饺子能再吃。等会儿吃饱了是吧？啊。哎呀。喜欢吃啊。杜雨欣吃菜，嗯。嗯，对，都喜欢吃。你都给宝贝儿发个大象。真是过节了，是吧？今天团圆。今天要休息吗？主要是在一块能一块吃。不工作了吗？工作啊！这就是在工作，吃饭也是工作。我肯定也不工作，陪孩子。啊，我们都转接去，好吧？这不叫工作，这叫啥？你说。吃饭。开心的吃，我说吃完饭晚上要工作呀。不要，你们那是的，你们工作吃饭是工作。好好吃饭，身体才好才能工作。我是这意思。好，你工作你希望？你看宝宝吃的多好。我希望就是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嘛，然后爸爸妈妈身体健康，两个孩子茁壮成长，然后杜雨欣好好学习，宝宝，争取那个什么，明年的话直接跳到五年级、六年级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上五年级，你上五年级你可以跳呀，对不对？你先之前你不是上二年级嘛，对不对？现在跳到三年级，对不对？很乖，厉害啊！是之前一年级，现在跳到三年级，很厉害，可以，是吧？真的不错，真争气啊！厉害，今天吃饭不收了，这多了，这像了我们老杜家人。今天早上我们吃了早饭。然后看杜宪笑开心，我说啊，明天杜宪姐姐要上学，说她不去吗？她说不去。对，你大说不去，不让姐姐去是吧？姐，对，上姐姐在家里，我也不好意思。来，这个拿纸来。啊，哎呀，吃的开心是不是？德亮特别喜欢吃饺子是吧？但其实杜宪多，对不对？
姐姐好好康，你长大了，你很棒。没有没有，两个都好看，都好看，两个都漂亮。我没说他不好看。嗯，胖子有福嘛，对吧？胖子也好看，再胖人也好。我妹妹特别胖。你不要说我，不要说我，我胖，我知道我，我知道胖，我好看。你们不要夸我，不好意思。你爸的脸像这个不像？是吧？月饼，你笑笑嘛，你吃着呢。月饼，爷爷。啊，月饼脸是吧？祝爷爷的脸，咱家有福吗？啊，祝关心咱们家的人中秋节。团圆，祝你们也团圆快乐啊！对，其实节日意义就是一家人能团团圆圆在一起吃一顿饭，对不对？中国是吃为天啊！好好休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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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休息。你知道我妈那么喜欢中秋节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可以放假三天。那你更喜欢国庆节？国庆节你知道放假几天吗？七天。七天。那你更喜欢国庆节？但是妈多喜欢人。啊，只要去学校。在家里吃饭。只要不上学，是不是？嗯。哎呀，你看，快把吃吃起来。看大妞，吃的好美呀。真爱笑。嗯。好，吃起来，吃起来。来来来来，来啊，吃起来，吃起来。来，还没到呢。哎。来，我来给你们倒。该你喝水，你喝水吧。我喝你吧，就拿。今天晚上那杜香还给了瓶好酒。来来来，你怎么喝？啊，我拿杯子。祝大家祝春节快乐啊！快乐快乐！来，我们干杯来。干一会儿，干杯干杯干杯。哎呀，干杯干杯。我喝水，我不喝酒，我开车。那咱喝那个啊。对，我喝。不用拿杯子吧？好。以水代酒啊，来，春节快乐啊！团团圆圆。啊，祝大家啊！干杯！耶！他要喝那个。祝就是看我们视频的家人们都开心啊！嗯，谢谢有你们一路的陪伴啊！感谢感谢啊！非常感谢啊！春节快乐，晚上赏月啊！嗯，晚上。赏月、赏花、赏秋香，赏月、赏花、赏两个，是吧？对，丽娜跟杜雨欣是不是？大丽娜，好。大丽娜吃的美不美？哎呦，哎呦，小勺子，嗯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